要塞一截哈，先不要，会把这些鱼毛一样，有一点点那个鱼毛哈，先给它剪掉。 像这种硬毛它就烧不掉，像那种汗毛它就没关系，它就不会直接会烧掉。像这种硬毛的就不会烧掉。 还要把硬毛的地方，对，硬毛地方要拔掉，软毛没关系。啊，像这个，啊，它这个这样子啊，像这样子，这鸭子撑进去，它这个是一个幅度型的，我们先撑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先溜掉。 就这样插进去。
转一下进去，然后要往回拉一点，这样就锁住，锁住的这个空隙就不会有水出来。这是它的汁，好了没？好嘞。那你就是没去北京吃啊？北京有没有这种焦砂糖啊？有，这样去有吗？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没有人讲吧？这款是三，所以说都还没有面皮来，没有，那个是三种吃啊，哦，所以这是第二种吃。三中间那个，你都酱开始。不行，他把它切了。那炒的部分要不要啦？要，不能再太多。今天只做六只啊、哦嗯！只做六只，你要做几只？那刚才就要讲了。那你六只，你这边都不止六桌了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六只，不是六桌。
哎，老板，所以你接四五个人，十个人嘛、啊？那六个、七个那种怎么办？一加菜呀、啊。哦，反正就是加酱，你们自己自己看怎么加菜就对了。不是，我们有六个人的菜、七个人菜、八个人菜，哦，就一直往上推。你们叫基本菜，等于六个人又多了一道菜，七个人又多了一道菜。对，你们现在是基本的。
这两三只鸭在里面，整只烤鸭下去，然后用那个姜片，姜片，然后每天，对，每天早上就开火，让它慢慢的炖，所以说它不会灼掉，要保持清清，灼掉就不能用了。啊，这鸭的精华就在里面。那我们鸭汤是每天都在工地里，在缸工地里。